843。我是哪边？351。一箱箱的货品，马波慈济志工都仔细点算。这样讲办。啊，这样讲办啦、啊，做两次哦，在今天上来哦。礼拜天再上哦。三样粉，还有干面，这些是上面的。从采买礼品到点算包装，志工接力完成。而今年的礼品和往年不同，我们就是真正的想融入他们的传统，就是那个甜粉啊、蘑菇粉啊、咖酱啦、仁巴咖喱粉啊，这些都是他们过节的时候一定要用到的。协助烹饪佳肴的印度餐馆得知这次的发放是为了自己的同胞，于是主动给予优惠。Saya tolong ini, saya pun positif budak sekolah.Saya pun ini kasih dia makanan. You orang buat, kita pun masuk. You orang join together. Saya pun tolong. Okay. 每一个环节都透露着用心。10月2日的屠妖节发放，志工已经准备好了。大爱新闻，徐伟婷、苏欣怡，马来西亚马波报道。